我们谢谢他们来帮我们来今天做一个很有景的活动。秘书长来帮我们做一些鼓励的话。我们今天来是希望政府能够重视我们全国劳工的权益，也能够重视我们太子这一次是属于重大劳资争议，不是小事。 我们目前到现在，我们是感觉到没有受到重视。目前困难就我刚刚讲的，协议认定了，协议认定这一个只要资方不同意是没办法认定。那什么，资方他已经恶意的在这个愚弄劳工，那又要经过他同意，那你觉得这个合理吗？来，我们那个行政院。 那公司现在不愿意这个主动歇业，那只有走所谓的事实认定歇业，这个除了基建公司以外，其他的这个债权就会消失了，不是这样子吗？债权还是存在的，都还会存在。事实上，有没有劳健保没有缴基建公司等等，那个都是具体的事实啊。所以他那个几个条件里面，并不是所有的条件都要满足才能够认定是不是事实之歇业嘛。 所以你刚刚一直谈到要终止这个他们的中间的这个契约或是合约的主顾的关系，我觉得这个东西这个考量一直要他们这样去做，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的啦。我希望不要就是只看到希望我们能够提出那个解除劳雇关系的部分，我希望不要这样子，而是你们先做事实认定完了之后，我们再来提出。我期盼能够做这样的协助。为什么不能做事实契约认定？ 为什么做不来这么久了？我们这个事情从来没做。第一个，他们要提出申请，他们提出申请。好，那第二个，是他们提出申请是资方还是劳方？劳方嘛，你要提出嘛。可是外面讲的是安尼啦，讲这代志这样久啊，等无讲真了解代志，但是咱劳委会也是讲劳工局，这个叫主动告诉他们说，你们这个可以怎么样来做，你们这个动作都没有做，人家拖这么久，对不对？ 管理者们就应该停止终止契约啊！你一直叫他终止契约，他们就不要这样做，他们的认定不可以这样做啊！啊，很有其他的理由可以做啊！我们去送件的时候，他们跟我们讲，我们要去那个劳委会开会，开完会再跟我们讲。然后去劳委会开会，第二天就打电话了，去劳委会要跟我们讲，说要同一个认定标准，你们等一下再送件。
接着我们又跟工会讲，工会说我们要同一个送，因为我们要同一个部门要去送件。我现在搞不懂是要分公司送件，是在地区送件，还是说直接送到哪个地方去？而且我们说实在，所有记者都被封了，你说我们还能做什么？我们的认定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全公司的认定，一种是分支机构。那就我们目前了解啊，理事长当然很清楚，你们这么大个机构里面还有一些店，他们还是希望努力继续经营，像南港维修厂。那今天我们在认定的时候，是不是要整个公司一次全部先认定，还是有希望存活的，譬如他还能够自己维修，他自己这些勉力可以生存，我们就让他有工作权继续维持下去，就像以前国产还可以维持个七八年。制造没有办法了，营运没有办法了，我们来做分支机构认定，还是说你们要全部公司一起认定？那这个是工会我们内部，就是理事长或者我们各位干部们大家整合一下。那如果各走各的，那也真的是很麻烦。我们在做现在做很多的一个劳资争议的那个调解案呢，几乎都是成立的，结果他都开八大票，都没有兑现。那没有兑现之余，主管机关也只不过是开罚几万到几万，而劳工还是拿不到，所以重点在这里。哦，所以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是在这里。哦，所以这个协调汇报，我期盼停了那么多年，我期盼这一次能够启动。那基本上来讲，大解法通过以后啊，基本上我们就不会去，就没有这个劳资争议处理协调汇报了哈。在我们现在处理劳资争议，重大劳资争议的这个，我们自己有一个要点啊，必要的时候呢，我们劳委会还是会出面啊，会出面去这个邀请相关的部会，譬如说刚刚债权的这个问题，我们会找这个金管会啊。刚刚有提到说，对于这个重大的这个违反劳动法令、积欠工资，是不是涉及到啊？这个是不是涉及到有让他，譬如刚刚有讲到说，对他有这个负责人有所限制这个部分啊？那当然我们也会找法务部啊，甚至于说对他的这个整个公司上面营运的税的方面啊，我们也会找财政部啊，这个部分我们会做啊，一定会做，跟各位保证。